练了多少次？说啊，人家问你话呢。说啊。说啊。我哪数得清啊？反正他跳下去又爬上来，爬上来又跳下去的，完全不用休息，跟个机器人一样。哎，你不觉得一白这样子有点操之过急了？你不会现在才看出来吧？跟你说话了吗？我问林毅呢，有没有礼貌？别插嘴。行，林毅，问你话呢，赶紧说吧。 懂点礼貌行不行？如果一白只是操之过急的话，也就算了。可问题是，自从上个礼拜他输了那场比赛之后，整个人都变了，每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，不理别人，也完全不跟别人说话。是啊，我也觉得他变了不少。之前我就是觉得他话少，但是现在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一股杀气，好像得随时告诉别人要离他远点。 发现没有，他现在那个样子越来越像白起达的欧阳浩。我怎么了？出错了是吗？还行，这次成绩。刚刚转身的节奏没抓好。够了吧？泳队又不是你一个人的。 别一个人站着，让我们也练练。不是还有别的泳道吗？是，但是我想一个人霸占泳池不行吗？林烨，别在旁边看好戏，赶紧拿表来给我计时。不就是输了一场比赛吗？这里谁没输过？有必要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吗？你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让我看得很不顺眼。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比赛，不甘心作为兄弟我不会说一句话。但你自己心里很清楚，你心里根本就不是这样想的。你，哎哎，好了好了，别吵了别吵了，嗯。我不是要跟他吵，我是想骂醒他。冷静点，秋月峰，别这样。你们谁都不要拦我，不然我跟你们全翻脸。 齐瑞峰，现在队里已经够乱的了，你就不要再混上郊游了，好不好？谁混上郊游了？走走走，你跟我出去！你干嘛啊你？别拉我！还不明白呢你啊！有时候我真是可怜齐瑞峰，但是不得不说，除了润梅，还真的只有洋洋能管得住他。看图耳朵都痛了。 疼疼疼，向阳，你放手啊！疼啊！想让我放手，你先告诉我你冷静了没有？哎呦，我在八百年前就冷静了，你别再扯了。你有神经病吧？你没看见我在处理唐一白的问题吗？你才有神经病呢！你没看出来一白现在心情那么低落啊？你还用那种找茬的方式跟他说话？不然怎么办？他什么都不说，那只能我说。我说完之后，他还是什么都不说，那我只能逼他说呀。 我拜托你，做事情之前用你的脑袋好好想想，行不行啊？一白现在为什么不想跟你说话？就是因为他现在最想说话的人根本就不是你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我早就问过云朵了，他跟唐一白一个样，什么都不说。那是因为云朵最想说话的人也不是你。那你说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才能帮他们呀？什么都别说，等他们自己说就行。 虽然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了，但是照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我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之间有说不出的心结。
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让他们自己打开这个心结。哦，谢谢。我来这里的目的并不是像单纯报答云朵这么简单，我喜欢她，我不仅要守护在她身边，我更要和她在一起。走了，今天我买单。云朵，这云朵也不知道今天发什么神经了，估计家里真有事儿吧。那我俩吃呗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没什么胃口，你先吃吧，我走了。哎，林子，陈美，云朵，快坐。你怎么不叫我们就自己来吃饭啊？你知不知道你一个人在这看着好可怜呢？什么呀，我是看你们两个人在办公室里讨论事情，不想打扰你们才自己先过来吃的。你看，这是你最爱吃的吧，只剩最后一个了，我特地替你买过来的。你说我对你好不好啊？好好好，我爱你万年。嗯，太棒了。嗯呀，我好像拿错饮料了，我去换一个啊。哎，你坐这别动了，我来帮你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去。你们先聊，你们先聊。哎，您好，我刚刚拿错饮料了。你打算这样不跟我说话到什么时候啊？别想否认，自从上一次你把我一个人扔到餐厅之后，可就再也没跟我说过话了。我看你是想太多了。那，我们现在不是在说话。你该不会是认为云朵想要撮合我们俩，怕我误会，所以才特地跟我保持距离的吧？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话，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。我知道云朵在你心里有多重要，也知道你默默替她付出了多少，所以你放心吧，我程美是绝对不会自讨没趣的喜欢上你的。那看来是我想多了。那当然了，不过我还得好心提醒你一句，如果你再跟我保持一定距离的话，吃亏的可是你。你这话怎么说？因为我是云朵最好的朋友，如果你不跟我关系好一点的话，我怎么帮你说好话，怎么替你追云朵呀？这话说的倒是没错。聊什么呢？没聊什么。没什么，我们就只是聊聊林子他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，不过后来发现完全不是我这型的，倒比较像你。哇，我这大众款，好多人都是我这个型的。不要怀疑，门锁是我换的，想开门的话就到下面的地址来找我拿钥匙吧。帅气逼人的奇瑞风流。怎么回事儿，云朵怎么还不下班呢？没什么事，早点回去啊。没事儿，宋老师，我把要更新的视频传到资料库，我就走。您先回去吧，别太晚了啊。
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啊，你先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现在啊，没事，我现在也下班了，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去找你。嗯，拜拜。哎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朋友给我打电话，一直哭。他说想让我过去陪陪他，我现在就不去一趟。哎，这样吧，我送你去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好了啊。拜拜。我。既然担心，就追去啊。说他们接下来会怎么样？会不会和？会不会在一起？你说你没事这么激动干嘛？云朵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齐瑞峰叫我来的，你呢？洋洋叫我来的。突然莫名的兴奋，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恶枕糖衣白，所以我才这么兴奋啊？我拜托你搞清楚重点好不好？我们根本没有在恶枕他，我们现在是在帮他们和好。我知道我们是在帮他。绝对是在帮他。两位里边坐吧。我是来找我朋友的，他不在，我马上就走了。我也是，朋友约错地方了，我马上就走。哎。云朵。对不起啊，那天你比赛我没有来，因为我还有别的工作要做。哦，没关系，你不来挺好。你不希望我去是吗？我游那么差，倒庆幸你不来。你下次比赛我再去给你加油。不用了。我是说，你已经调到娱乐线了吗？我平时比赛的时候都是你工作的时间，让你开小差不好，还是把重心放在你工作上吧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君二吧。行，云朵。谢谢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一直激励我，陪着我。
你说这干嘛呀？弄得好像我们再见不到面似的。你不是说了吗？我们还是朋友啊。我们还是好朋友啊。也不早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再好好加油啊！我会的，你也是。工作加油！再见。再见。起来吧，别躲了，任务彻底失败了。差不多就躲了，怎么这么快？这也太可惜了吧，就这么走了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奇怪啊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觉得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好好的机会，就这么放弃了，真的太气了。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不想说话了。哎，你怎么这就走了？等等我呀！喂，孙老师。怎么会这样啊！我现在就过来。到底行不行啊？所有的资料库直接从硬盘里删除了，短时间内根本救不了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还有10分钟了！你要再救不出来，别说今天晚上了，明天都得开天窗。云朵。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把预备这两天上线的节目全部都删除了呢？我没有删除啊，我只是今天上传了我自己的视频资料而已。最后登录这资料库的，还有你进行删除项目的账号，都是这个号。啊，不是刘总，这你肯定得相信他，他怎么可能故意删这些资料呢？我估计他是这个星期太忙太累，一不小心手。刘总，孙老师，你们不用担心了。今天资料库被删除的视频，我这里都有备份，我们不会被开天窗了。你有备份啊？啊，因为这周资料库正好是我负责的，我平时就有这个习惯，把每周的视频更新的视频都备份一份，以防万一。不过孙老师，你平时老说我这个习惯太没效率了，不过今天正好派上用场了吧？没，你不要瞎说呀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行，我没时间听你解释，你赶快去检查一下成美的备份，如果没问题，抓紧时间录入资料库。你快去呀！云朵，程美这次算帮了你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心里得有个准备，惩处是免不了的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赶紧去检查一下设备。李白，你有空吗？过来聊聊天吧。好，我在这边等你。
云朵，陈伟，你的备份是完整的吧？啊，孙老师正在上传呢。那就好。不过云朵，对不起哦，我这次备份的时候你的视频还在上传，所以就没有你的，可能这几天的新闻你都白跑了。没关系，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要是没有你，我死得更惨。你别这么说啊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。云朵，你不用说了，我没事儿，是我太大意了，我应该要负全责的。我先走了。个性我最了解不过了，你这个时候越是安慰他，他会越内疚的。你放心好了，待会儿我就去陪他吃饭散心，绝对替你好好照顾他。好久没喝酒了。都快忘了酒是什么味儿。哎，行了，你别喝这么快啊。不懂。我本来想着我们这次的喝酒应该是我们两个一起通过实习的庆功酒，可是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况下喝的。陈美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通过实习了？你是想听实话呢，还是听我安慰你的话呀？实话。行吧，那我就说实话了啊。我觉得吧，你先别想什么能不能通过实习了，你这日后能不能成为记者，现在都有困难。我今天离开公司的时候，听到刘总跟孙老师说，因为你这次工作的失误，准备给你记一个大过处分。我愿意承担这次的后果，毕竟这次是在我那儿出的错嘛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吧，你是绝对不能自己去承担这个的。云朵，这个处分一旦下来了，你肯定没法再请公王转正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处分会跟着你一辈子的，还会影响到你之后去其他公司应聘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不仅这次我可能没有办法通过实习，就连以后我也当不了记者了？我就是怕这个呀。你想想啊，如果你是面试官，你会敢录用一个被记过大过处分的实习生吗？云朵，我知道，我们说好要一起通过实习成为正式记者的。但目前这件事情，为了你的未来着想，我还是建议你，在这个处分没有下来之前，你先辞职吧。辞职？对啊，如果你现在辞职了，那公司就没有理由给你记处分了，这样你之后去别的公司应聘的时候，档案里也就没有记录了。如果到时候我们即便不在同一个单位，但之后还是可以一起当记者的。陪我喝三杯。陆教练，对不起，
对不起，你是因为输了说对不起，还是因为没有听我的话，没保持与云朵的距离，影响到比赛跟我说对不起？其实我先前挺自大的，总是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能处理好感情的问题，绝对不会影响到比赛。可是你能明白这一点，这场比赛输的就值得。一白，我以前是反对你跟云朵来往，后来我又不反对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哎，是因为我偷看你手机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侵犯了你的隐私啊，我向你道歉。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确是认为云朵会影响到你的训练还有你的比赛。可是我现在才发现，在你每一次进步的时候都和云朵有关系，包括你陷入低谷的时候，云朵也为你做了很多。所以我现在也想明白了，咱们不能因噎废食吧。云朵她的确给过很多帮助和鼓励，但我这次抢票也的确是因为云朵而分心了。这件事你就不能怪人家云朵了，如果你真要怪，那要怪你自己没有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和状态。我知道我没有要怪云朵的意思，我只是……哎，一百，你能不能不要把我当成一个教练，你把我当成一个老朋友，或者是一个老哥哥，好吗？说说你的心里话。其实我不知道这样想法对不对，但是我认为，如果你喜欢的女孩不喜欢你，那身为一个男人，你就应该果断地转身离开，把清静和自由留给她。可是我真的这么做了，心里还是挺难受的。一白，我是没有资格给你感情上的建议，但是我知道这一点。虽然我让我的感情影响到了我的运动生涯，但是我喜欢上你们的袁总教练，从来就没有后悔过。所以我觉得你就随着你自己的心意吧，好吧？我相信你会做得更好，比我做得更强。你会找到一个很合适的方法处理你感情上的事情。谢谢你，教练。跟你说说，心里好受多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云朵，快，你先上车吧。你先走吧，我一会儿再叫一辆就好了。我们俩也不是一个方向啊。先走吧，我一会儿再叫一辆。不是，你喝了这么多，不放心啊。呀，我没事儿，我没喝多少。而且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好好想想，我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。一白，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的难处，学校方面的东西，感情方面的事情。哎呀，你说感情这个东西，谁都摆脱不了。李教练，我还有点事儿，那个你自己走吧，我先走了啊，先走了。
趁热喝了点，没事没事的，自己当心啊。云朵，你没事吧？像我一样。不会吧，这样都能睡着了？过了太久，影子早已被灰尘覆盖。林董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在咖啡厅，你跟我说你因为其他工作不能来看我比赛的时候，我跟你说没关系，不来也好。其实那都不是真心话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是不行。你明明都已经答应我了，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你跟我说我比赛的时候，你都会站在终点前，眼睛一刻也不离开的看着我。我还想跟你说，我一直很想你，真的很想你。可是当你跟我说我们不可能的时候，我就没有留你的勇气。我是不是很没用啊？唐一白，冰爪交给我，你回去吧。唐一白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不会因为任何原因离开他。自从你输了比赛以后，你不是一直躲他远远的？既然你心里已经做了决定，就不要在这纠缠不清。这是我跟云朵的事情，不需要外人来插手。唐一白，你真是太自私了。你想离开的时候就离开，想靠近的时候就靠近，有没有考虑过云朵的感受？尽管不合格，但我还算是云朵的朋友。而林子哥，你呢？你又以什么身份来插手云朵的事情？你想知道我和云朵的关系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和云朵比你想象中的要近一些。
云朵，云朵，你清醒，到家了。怎么做成这样？云朵，云朵，你醒醒啊！那你等我一下，我找方方来帮忙。怎么会没人呢？干嘛？哎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回家呀，我钥匙不听话，打不开了。喂喂喂，你看清楚点，你搞错了，你家在那边，这不是你家。我家住哪我还不知道吗？哎，哎呀，好了，你别闹。今天陆阿姨和唐叔叔一起出差去了，然后跟我说让我早点回家看屋子呢。可就等着我。哎，你看清楚点，这真不是你家，你家在那边呢，好不好？我家在哪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你安静点，你这样吵得我都没有办法抓紧开门了。我还有，别吵吵隔壁的邻居。嘘，我说了多少遍，你怎么就是不信呢？这根本就不是你家，你看清楚点，好不好？你不信是吧？你不信，我证明给你看。你别动我门儿！钥匙给你弄断了。宝贝，宝贝，快来，宝贝儿，给姐姐开门。谁拐卖你了？你快起来！离我远点！我打死你！我一拳打死你！哎呀，好了，你别闹了！我也想送你回家，可你家里现在没人，钥匙被你弄断了，我怎么送你回去啊？我们家没人，我们家有的是人，我就是人呢，我就是我们家的人。别闹了。二白呢？二白会给我掉拖鞋的。你就老老实实睡着吧啊！但是你们家床还挺舒服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就别乱动了。也不用
然面对后果，就当你没来过。还是你没爱过。早餐要吃得营养一点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你说小宗他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全是昨天那件事儿。还想解决什么？啊，还能有什么事儿？不就是一白和云朵的事儿？对，十二大我刚想问你的，昨天唐一白回宿舍之后有没有不开心，或者跟你说点什么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说。他什么都没说，真的什么都没说。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？干嘛说话都不看着我？说话就说话，我为什么要看着你啊？你今天特别的不对劲。我哪有不对劲啊？我多好，多自然。秦仁峰，秦仁峰，你给我转过来。It's beautiful. 爱你的勇气，是不再伪装的用意，是不再忐忑的心。
这一次没有对错，从此因你的感动，你的笑容，相信敢爱的冲动，这次我要说出口，原谅我只懂退缩，从此因